Hello，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在线上见面哦。我是 Mark， 那今天的 session 比较特别一点哦。其实大家如果有参加01这一系列，在这个月里面针对远端办公所提出来的各式各样的 webinar 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们正在做一个所谓数位转型的一个远端办公策略的一个建议哦。在这个建议上面呢，其实像昨天的我们的 webinar 里面谈到了 AVD， 就是 infrastructure 上面如何去执行远端办公的策略。那今天的这个 session 的话，我们就会来谈谈 application 啊，还有 service 上面我们要怎么执行远端办公的一些策略哦。那今天的 session 里面，当然我们也会包含了在 M365 上面，在 Microsoft 365上面，你怎么样去取得一些benefit， 好，然后怎么样应用在实际的情境跟实际的场景里面。当然，有些部分的企业啊，因为它可能很多文件还没有所谓的无纸化作业哦，它还是在走地端的就是传统文件的签章哦。这个我们今天也会谈到怎么样帮助客户、帮助企业在无纸化这件事情上面多做一些效益，这个我们今天也会谈到。那首先啊，今天也是很荣幸邀请到我们两个重量级的讲师哦，重量级的来宾哦。第一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我们雅阁的资深工程师 Sherry 哦，哈，那雅阁集团的话其实蛮特别的，它是01非常 close 的一个 partner 哈，那在香港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北京哈，或者说深圳、台北跟高雄都会有各自的一个 branch office。那主要的话，其实他们会在经营的是 Microsoft 365跟 Azure 的服务。特别的是啊，其实他们是在 HR Pack 有 MSP Expert 的资格哦。OK， 那其实呢，雅阁在台湾啊，已经累积服务有超过200间的客户哦。那服务的企业的话，有从一人的到2000人的等级，大概都有哈、哦。所以他们其实具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那同时当然也提供了7x24的服务啊，然后包含从服务的就是如果企业上云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的一些评估建。还有邮件的移转啊，或者是说 NAS 备份上云、哦、或者是说针对这个在市场上比较少哦，针对使用者的教育训练，针对管理员的教育训练，好，一整年的这个维护跟咨询，特别是咨询是没有时数限制的，这样子类型的服务都是雅阁可以提供给各位了。好，那如同我刚刚前面讲的啊，我们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到专职在 Microsoft 365上面的资深工程师 Sherry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整个数位转型的旅程哦。那就麻烦 Sherry 咯。 Hello Sherry， 麻烦你咯。嗨，大家好，我是雅阁的 Sherry。 那我们感谢前面 Mark 的介绍。那雅阁是一间专门在做云端建置服务的公司，那我们协助超过300间企业导入云端服务。那除了云端导入服务的建置之外呢，我们还提供了后续的教育训练跟技术资源。那我们针对小型的企业啊，他可能因为人力配置上的一些问题，他可能没有专职的 IT 人员，或者是一些新创的公司，我们提供了完整的代管服务。那使用者的部分呢，他只要去使用就可以了。那其余的管理部分都会由雅阁来负责处理哦。那有 MIS 的公司企业呢，我们也提供了8x5的技术资源服务。当操作上有任何问题时，我们都可以随时向我们询问。那可能还有许多企业在对于云端是什么，或者是云端到底对企业上有什么帮助，不是很了解。那目前在市场上云端的产品也很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您使用微软的 Microsoft 365。那提到 Microsoft 365啊，可能很多人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可能它只提供像是 Word、Excel 这些传统的文书处理工具而已，但是其实 Microsoft 365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应用程式，而这些应用程式啊，拥有很不同的都有各自的作用。那他们最大的共通点就是都可以用来提升员工的基本生产力或者是效率，还可以帮助你改善一些内部的纸本作业流程哦。那简单的，我们把这些应用程式呢分作了这个4大类。那第一个是个人生产力的部分，也是我们常在使用的 Word、Excel、PowerPoint 这些。那第二个话是商业应用与分析，像 Power BI、SS。再的话就是流程自动化工具，那包含的应用程式就有 Power App、Power Automate 跟 Power Virtual Engine。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团队协作的通讯工具喽。那针对团队协作的工具啊，微软提供的每位 user 最少 50GB 的信箱空间，以及 50GB 的线上封存空间，等于每位 user 就拥有了 100GB 的信箱储存空间。相信这样的大容量是一般邮件 server 是无法提供的，
而且啊 ，Exchange Online 本身就带有 EOP 邮件的保护系统，帮助您过滤掉高达 99% 的垃圾邮件，那重要的信件再也不用被雪花纷飞的垃圾邮件给掩埋咯。另外它的附件最大还可以支援到 150MB， 在传送寄送档案的时候也是相当方便的。那此外呢，微软还提供了每位 user 1TB 的云端资料储存空间，你可以将 OneDrive 同步到桌面上，使用上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不同的设备啊来查看我们信箱里的资料，或是存放在 OneDrive 里面的档案，而这代表了我们的工作场所啊可以不再限制于特定的办公室内，尤其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啊，许多企业采取在家上班或者是分流上班，当你的邮件系统以及资料储存还在采取旧的方式的话，只存在于我们公司内的那一台主机上，那势必你就要采用一些远端软体啊，或者是 VPN 的方式连回公司内，那这样就会造成公司的额外的一些资安问题啊，或许还会导致公司的整个营运的损失。而 Microsoft 365就帮你解决了这样子的可能性，并且所有的邮件啊档案啊都会经过基本的扫读来确保他们的安全性哦。那接着我们就要来介绍，除了 Microsoft 除了刚刚介绍的产品以外呢，它还包含了一个东西叫做 Teams。 Teams 是我们在用来做协作会议的平台，那相信大家现在开会的模式都在改变嘛，原本都是面对面的会议都改成了线上的会议，而 Teams 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好帮手哦。而 Teams 在各种装置上都是可以使用的，它可以你的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都可以使用，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可以立即的参加你的一些重要的会议。那 Teams 也提供类似于像 LINE 的聊天功能，您可以一对一啊，或拨打电话，或是拨打视讯，或者是分享画面。而这些讯息啊，或者是档案的分享，就不会像 LINE 一样，可能过这个几天它就消失不见，它没办法下载了。它 Teams 上的所有的档案啊，跟讯息都是会一直保留着的。那除了一对一的聊天之外呢，我们还提供基于部门或者是专案，可以组成不同的团队或者是群组。那成员们可以在团队中可以一起讨论啊，共享资料等等。也可以做及时的文件编辑，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企业达到公司式的分明，来增加员工之间的共同协作能力哦。那另外在 Teams 上面，我很推荐大家使用的是一个叫做 Planner 的简单的专案管理。那成员可以各自在上面新增各自的自己的工作进度，那专案的负责人啊或者是主管就可以在上面一目了然的了解整个进度，而不用像以前一样，可能主管要等周会的时候才可以听取大家的工作进度啊，或者是要去个别看个人的工作报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小工具。那接着 Teams 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在线上会议的部分，它可以同时250个人的线上会议以及3万人的直播活动，所有的会议啊都是可以被录制的，包含参与者都是可以下载查询。那开启视讯镜头的同时呢，也可以将背景模糊化，像现在可能像我们大家很多在家里开会啊，不想让大家看到说，我家中背后有点凌乱的话，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来做使用。那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个可以模糊我们的背景，然后还可以分享我们的桌面。那并且呢，你还可以显示你的会议记录。那 Teams 呢？微软也很贴心的针对不同的使用情境啊，提供了许多的范本。那像收集客户的意见啊，出席管理啊，或者是团队的管理、专案的管理、运用等等，那让初次使用的企业呢，可以参考这些范本啊，让自己可以更快上手哦。简单的了解 Microsoft 365的这些产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雅阁是如何帮助企业导入 Microsoft 365的。我们会针对企业啊现有的环境啊以及需求来规划完整的导入方案。人数在300人以下的企业导入时程大致上会在2到3周的时间，那300人以上的企业的话就要看使用者数量，那我们导入时间就会花费比较长。而导入的过程中基本上就分成4大项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份同步。
那像如果你有本地的 AD 啊，我们就可以透过 Azure AD Connect 来将本地的资料同步到云端，而使用者的管理呢，就会统一由本地 AD 来进行。那您的企业如果没有本地 AD 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直接使用 Azure AD 来做身份识别的管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邮件转移的部分，那透过邮件转移的工具呢，您可以将信件从原有的 server 复制一份到 Exchange Online 上，那迁移的内容呢包含了邮件形式力跟联络人。使用第三方软体转移工具的好处就在于说，我们搬迁的过程中是完全不被影响的，那使用者的日常使用都是正常的，不会因为说邮件搬移而被中断的。那再来的话就是用户端的配置，那例如像 Outlook 的用账户新增啊，或者是设定一些各种的像是邮件规则啊及邮件流程之类的。最后呢，我们就会跟企业约定一个时间来做 DMS 的转换，就正式将邮件 server 转换到 Exchange Online 上咯。另外呢，我们还会提供教育训练给企业，那让使用者呢，因为 M365 的产品其实真的蛮多的，那使用每一项产品可能使用上都很多不一样的细节，那我们提供教育训练给企业呢，就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在使用上就可以更快速的去上手，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导入 Microsoft 365咯。那在基本的使用上都上手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更深入的了解 Microsoft 365是如何将您的工作流程自动化的。那导入自动化的工作流程呢，最大的帮手呢就是我们的 Power Platform 家族，它可以帮助您提升企业内部的签合作业及资料的分析。那 Power Platform 呢目前包含了四个产品，分别是 Power X、 Power Automate 跟 Power Virtual Engine 和 Power BI。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Power Platform 是如何帮企业创新跟打造强大的云端解决方案。首先呢，我们来介绍 Power X。那 Power App 是一套应用程式服务连接器和资料平台，它能够快速的提供应用程式开发环境，以依照你的业务需求来建制制定的应用程式。使用 Power App 呢，连接你内部部署的资料库或者是各种的线上来源，像是我们的 SharePoint 啊、Microsoft 365啊，像还或者是 SQL Server 等等。此外呢，使用 Power Apps 建制的应用程式还可以顺畅的浏览在你的浏览器啊，或者是手机啊、平板电脑上去执行。那也可以透过一些专业人员开发的那个来建制自己要使用的模组。那除了自定建制的应用程式之外呢， Power Apps 还可以透过资料的连接器将多达350个以上的资料来源或者是旧系统做一个整合。您可以透过使用 Azure API 或者是 Azure Functions 来建立客制化的连接器，你就可以将您旧有系统做一个拉皮的重建成一个更符合现在使用者的 UI 界面。那透过 Azure 强大的资料处理能力呢，你可以将你旧有的应用程式赋予新的能量。那此外 Power App 还搭配 Azure 服务，拥有许多预先建立的使用者体验模组和一些简单的架构，可以让您快速的去体验跟建立解决方案，就也你不需要拥有像 Machine Learning 的专业知识啊，你也可以轻松的去建立你装有的应用程式。那例如透过 Power App 的预建连接器啊，你可以连接市面上多达像常见的 ERP 系统啊，像是 SAP 啊、Salesforce 或 Workday 等等的，将可以快速的适应不像现在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啊，或者是你的用程式需求。此外呢， Power App 的连接器也支援上千百种的 Third Party 所提供的服务模组哦。那除了使用这些内建的模组之外呢，你也可以使用 Virtual Studio 来客制化开发应用程式。那接着呢，我们就来介绍 Power Virtual Engine。那 Power Virtual Engine 呢，它其实是一个智慧型的聊天机器人，你不需要程式码或者是 AI 的专业知识，那任何人都是可以去做建立的。那你可以为你的客户啊，或者是您的员工，或是您的访客在解答您在网络上啊，或者是你的服务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那 Power Virtual Engine 呢，也可以结合 Teams
那它可以结合 Teams 的话，就可以改善员工的互动方式。像这波疫情的影响啊，可能许多员工会有相同的问题想要发问啊，而负责的人可能每天都在回答这些重复的问题，那就会耽误到他其他的工作。这时候就可以使用 Power Virtual Engine， 员工呢在第一时间呢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知道的答案。那负责的人还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再来呢，我们会介绍Power Automate， 那它可以让每个人不需要在撰写程式的情况下就可以将工作自动化咯。那 Power Automate 可以分为非自动化的 RPA 跟全自动的 RPA， 那我们可以将枯燥乏味的工作或者是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改为自动化，那人员可以去做更高价值的工作。而非自动化的 RPA 是人机合作，还是需要人员去触碰这个工作或者是回应特殊的一些指示，而全自动的 RPA 就是完全的自动化的独立工作。那利用 Power Automate 呢，可以至少帮你改善四种以上的使用环境，像是重复的归档工作啊，然后审核文件啊，以及搭配Form来做一些简单的统计，还有像是我们邮件里的负担的归类啊，这样子都可以让你省下许多琐碎的工作时间。那接着呢，我们就来 demo 一个范例给大家看哦。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要 demo 的这个范例。首先呢，我们会透过 Microsoft Phone 设计一个居家办公的表单，然后我们会将这个表单呢贴置在 Teams 群组上。那使用者呢就可以直接在 Teams 这边回应表单。那当表单送出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个申请表呢送到主管那边去做一个核准的动作。那核准完之后呢，他就会把核准的结果再贴回到 Teams 的频道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去运作的呢？首先呢，我们到 Microsoft 365的Portal 界面，然后我们点选一下 Phone。那点选 Phone 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一个表单的设计。那我们现在有已经设计好了一个表单，是居家申请表。那上面呢，就是有我一些想要请员工填写的资料，像是他的姓名啊，然后办公的区域，然后跟他为什么要申请居家办公，跟他要预计申请几天的开始时间，还有一些他现在的申请目前状况。那我们设计完表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样回到我们的Portal 界面上，然后一样就是我们点选一下我们的 Power Automate。那进来 Power Automate 之后呢，你会看到它提供了很多的范例可以给大家参考。那如果大家之后有在使用的话呢，就可以先来参考这些范例，找到一些适合您工作的您公司的一些范例来去参考使用。那这边呢，我们就会先建立一个新的工作流程。那这边我们按建立，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自动化云端流程，然后我们点选它，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第一件我们要触发的动作。那我们触发动作就是当这个 form 表有人填写的时候，那我们就点选一下，然后我们就按建立。建立进来之后呢，它就会让你挑选说你是哪一个表单需要去做建立的。那我们这边就带入我们刚刚填写好的居家上班申请表。那我们填写好申请表之后呢，因为我们还要去抓取就是我们的使用者填写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在这边新增步骤。那我们这边步骤呢，我们就选一下搜寻一下 form， 搜寻 form 之后，这边就会有一个叫做就是取得我们的回应的一些详细资料。
然后在这边一样，我们一样就是填选一下刚刚的表单，然后在这边呢，它的那个回应识别码呢，你只要点开来，这边就可以直接点选了。好，这样子，这样子的话，系统就会直接抓到我们所我们的回应者填写的表单。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申请的内容传送到我们的主管的 email 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要去取得一下我们主管的这些资讯。那我们这边就打给 manager。那这边的使用者部分，我们直接点选之后，在旁边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刚刚回应者的 email， 就是填写者的 email， 这样子他就会直接去抓我们填写者 email 这个人的经理是谁。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核准过程。我们核准过程呢，我们就是在这边，我们点选一下核准。那我们点选开始核准。那这边的步骤呢，我们就选择我们第一个有第一个回应。然后标题部分呢，你就可以就是自己填写，或是带刚刚我们填写的一些资讯，像我刚刚有请我们的员工填写他一下他的姓名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抓到说，你的公司姓名，然后谁就是谁谁谁的申请表。好，在这边呢，指派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也是让系统自己去抓取，像我们刚刚有抓取到我们的主管的一些基本资料，那我们在这边就直接抓邮件。好，详细的资料的部分呢，我们就是要让主管知道说，哎，我们申请的哪些东西嘛，所以我们一样就是可以抓刚刚申请的部分的一些资料来带入，像是申请原因，那一样就是在这边直接找我们刚刚填写的回答，对，为什么需要居家办公跟日期，可能开始日期。这样大概填写一下，让主管知道说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填写完核准的部分之后呢，因为我们核准就有就是准许跟拒绝嘛，那我们就要先下一个条件试看，就是如果准许之后我们会执行怎样的结果，那如果拒绝的时候我们会执行怎样的结果，所以我们按这来我们选条件。那我们的条件就是等于说我的核准的结果，我核准的结果是 approve 的时候，我的结果是 approve 的时候，我会执行怎样的动作？那这边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核准结果带入进来，所以我们一样在这边再选择带入我们的回应。然后这边我们就直接选取回应。然后我们刚刚的步骤是说，哎，我们的主管核准之后呢，会把核准的资讯呢填在我们的 Teams 上，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搜寻一下 Teams 的流程 ，Teams 有哪些动作这样。我们 Teams 有这么多动作，然后我们就是找一下，我们把我们的粘贴选项填在我们的 Channel 上。好。那这边呢就可以选择说你要张贴在哪一个团队上，那我们就选一下，我们选择我们然后讯息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张贴的内容，像是我们就可以稍微一样用刚刚带的可以带的值来带入一下我们要打的核准结果，像我们可以打像谁，然后已核准，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就是核准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拒绝的话，我们一样的动作，我们就一样再做一次。那如果选错的话，这边你就可以先把它删除，那就可以删除这一个动作流程。那我们再重新新增一次。一样是新增，就是说应用到所有的回应上。那我们这边一样就是填写回应。那这边一样，我们也是要把就是拒绝的结果，填写在我们的 Teams 的频道上。那我们跟刚刚选一样。选择您的团队跟你的频道，然后一样在这边呢，也可以在就是你要拒绝的讯息，像我们就是一样选刚刚一样这样，选到我们的人员，然后刚讲说拒绝，就简单的打一下。那这边的话，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你要显示的结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简单的流程就是整个是完成的。那我们就是按储存，储存之后呢，它这边呢旁边这里有一个叫做流程程式的检查，那大家可以先粗简略的帮你检查一下你的流程上有没有漏掉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冲突或者是错误。那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这边会有一个测试。那有一些的话就是不需要做触发的话，你就可以按自动触发。像我们这一个流程是需要有一个触发的动作，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手动的触发。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这个流程。那我们把再回到 Teams 上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刚刚做好的form表，我们把它放在 Teams 的银锁标签列上。那这样子，大家的员工就是可以直接很方便的在 Teams 上就可以去做一个填写的动作。那我们这边就选既有的表单。好，那我们就按储存。那这样子的话，只要大家填写移到这个标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一个填写的动作。那我们就来测试看看这个流程。那首先呢，我们工号是001，把我的名字，然后跟我的厂区。在内湖工作，那我为什么要居家办公？可能我已经被政府通知我需要居家隔离。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需要预计几天啊？我可能要隔离14天。好，我们预计从23号开始。好，那我现在有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呢？然后现在我没有症状。好，那我们就按提交。提交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一个要核准的信件寄到我们的主管信箱。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管信箱。像这样啊，我们就会收到一个核准的申请表单。那在申请表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做 approve 或是 reject。那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就打一些回应，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送出我们的这个 approve。送出之后呢，他就会把那个回应呢回到我们的 Teams 上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回应，像这样。我们回到我们的 Teams 上，我们就会有一个已核准的
贴文出现，那你就会知道说，哦，我的主管已经核准我的贴文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完成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工作的申请流程。你可以把像我们的表单，居家申请表单，改成像你们的一些假单啊，或者是零用金申请表啊，或者是一些外出的申请表之类的，来这样去做使用，就可以减少很多就是一些资本的流程。像是如果有些比较急的核准啊，可能主管今天刚好在外头，他可能就没办法回到公司内才能帮你做签核，那他就可以在外面用手机开信件，就可以帮你做这些签核的流程。那大家想说，今天介绍了这么多的工具，这么多的应用程式工作，那是不是就是价格上啊，我们就 Microsoft 365的价格是不是也会很贵嘛？其实不会的。那我们 Microsoft 365它最基本的版本啊，一年只要1800，你就可以拥有我们刚刚上述所有介绍的所有功能，你都可以去做使用。那这边的话，我们就附上Microsoft 365系列商务版系列的价格给大家参考。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介绍跟一个推荐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的左下角会有一个QR code 的连接部分，那就请大家帮我们扫描一下，回传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问卷调查。那我们再把我们的主持棒交还给 Mark 咯，谢谢大家。哦，谢谢 Sherry 啊，感谢 Sherry 今天精彩的一个分享跟介绍哈。那希望可以真的有帮助到各位在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在参考 M365 上面有更多的一些 inspire， 更多的一些认知哈。OK， 那今天接下来下一个 session 又更精彩啦。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到的话是点点前的这个业务商务总监哦 Albert 来帮我们分享点点前如何在数位转型的趋势下进行协助各位企业做所谓的超前部署哦。那点点签的话是台湾第一的电子签名服务哦。那主要呢，他们在帮助企业透过传统纸本的签署流程转为线上的一个自动化签署，那也符合了台湾签章法的这个电子签章法的一个要求哦。那同时兼顾了身份安全跟文件的安全机制哦。那其实呢，透过疫情爆发，就是一系列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点点签也协助了国内外800间以上的企业客户，在面对防疫期间的一些线上文件签署的流程，让员工啊在家也可以维持同样的一个工作效率。好，那不要忘记给提醒各位一下哈，如果说在这个攻坚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或者稍后的过程里面哈，你看到我们下面有跳出问卷的 QR code 的话，也要麻烦大家帮我们扫描一下 QR code， 填写一下问卷喽。OK， 那我们就麻烦 Albert 麻烦你喽。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那么我看我们疫情已经延烧了一个多月了，那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公司啊，开始要就被迫这次必须要面对导入比较新的工作流程。那除了公司之外，其实连金融保险还有政府都有开始接受很多的比较创新的模式，包含使用视讯软体啊等等。那我这边今天会分享我们的点点签，它是一个云端的签名解决方案，那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OK， 好，那我们讲到电子签名， 我们其实点点签它不是只是单单的在透过电子设备去做签名，所以我们回到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下，因为我们的文件已经是数位化好几十年了，但是当碰到有需要签署的时候，我们还是往往会需要将它列印出来，然后签完名之后呢，我们可能再扫描回电子档，透过 email 传递，那或者是纸本透过传真，甚至就是直接的纸本传递。那这整个过程，这整个流程，包含后续的管理储存跟搜寻，都是非常的没有效率，然后浪费纸张，浪费空间。那点点签其实就是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所以今天我们会先来看一下这整个电子签名的趋势，那我会介绍一下产品，那最后会介绍我们的公司。好，所以整个电子签名的市场，它现在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12亿美金，那预计到2023年会成长5倍。
不过刚刚这个数字是疫情之前的数字，那在疫情发生之后呢，这个是另外一个美国的报告，就是九大成长，九大成长最快速的软体产业。那我们的第一名呢是远端医疗，那台湾比较熟悉的视讯会议是在第三名，那个电子签名就是排在第二。不过亚洲我们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很快的往这个方向在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的7月1号，其实全台湾的户政事务所就导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电子签名版，用电子的设备去做签名。那日本呢，在1年前其实疫情就烧得比较严重了，然后他们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中一个抗疫的模式就是远端工作，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在家工作，避免群聚。那不过呢，日本的硬件文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很多的人他还是需要到公司去做硬件，去用硬，所以影响了这个防疫的部分。那他们碰到这个问题，也是积极的在试着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废除了很多的这种硬件文化，然后导入电子签名。好，那我们现在来讲点点签。所以，通常我们讲到电子签名，在台湾大家比较熟悉的情境是以面对面电子签名，面对面电子签名的情境。所以，像人寿保险产业啦，我们熟悉业务员拿平板跟我们说明这份合约，跟在平板上面做签名。那或者是说，这个应该是大部分人都有的经验啦，就是到电信上我们去签合约的时候，往往会透过这个电子的设备去做签名。然后签完名之后，他们再将合约列印出来给我们。点点签呢，不只是有支援面对面的签名，我们也有支援远端的签名。所以几个比较不一样的步骤，就是我们将这个 PDF 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再来是我们建立这个签署流程，我们设定签署者跟他的顺序。那第三呢，我们就是要建立这些签署者他要签署的资讯跟栏位。所以，我们会设定这些签署栏位的属性，所以像是签名呢，还是日期，还是文字，然后这些栏位的位置在这个文件上的哪一个部分啊？那最后完成之后，我们的系统就会送 email 给这些签署者，通知他们有这个签署需要，有这个文件需要签名。那受邀者呢，签署者他只需要点开这个 email 里头的连接，就可以透过他自己的手机、平板或是电脑去做签名。那这之间是受邀者，他是不需要注册，然后也不需要去安装任何的程式，透过浏览器就可以去做签名了。那通常没有用过这样子的这种服务的人，我们通常讲到这边，不见得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这边来播一个 demo 影片给大家看。第一步，建立文件任务。登入点点签，进入主画面之后，按右手边的加号，邀请他人签署，上传档案，从电脑汇入 PDF 档。建立签署流程，可以新增自己和客户，输入 email 即完成新增。依需求勾选签署顺序，按下一步。进入建立栏位的画面，可依序新增签名栏、日期、文字框、合取方块以及选择钮。每个签署人的栏位自动由不同的颜色区分，可依照需求摆放栏位位置及调整栏位大小。可要求签署人上传夹档，输入夹档说明，勾选必须上传，按下一步，输入给签署者的讯息，可附上参考资料及新增 CC，勾选自动提醒，一次性密码验证，签署期限，设定签署者语系，一键送出。第二步，受邀人进行签约。签署人可以透过
电脑、平板以及手机进行签约。透过 email 开启文件之后进行签署，新增签名，或是上传印件图章，并依序输入日期及文字资料。全部填写完毕后，储存并送出，完成签约。第三步，查看并管理完成文件。文件任务完成后，所有签署人会收到通知信，包含签约完成的 PDF 档。亦可以回到点点签系统进行查看并管理所有的文件。下载电子稽核轨迹，每一份文件任务都有稽核轨迹，记录所有该份文件被执行的动作及执行者资料、IP 位置、日期、时间，以确保文件的安全性与完整性。亦可下载文件档案至电脑，透过 Adobe Acrobat 开启，确认左上角的绿勾勾，犹如骑缝章，能确保电子文件的完整性。点点签提供最高安全等级的签署服务。手机、平板、电脑都能签，远端上班怎么签？点点签。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有点回到原本的问题，就我们整个点点签，它其实解决了猎印，解决了需要透过纸本签名，所以有很多这种空间的束缚、物理的限制，我们都可以解决掉。然后因为已经是电子的格式，所以不需要再去扫描，不需要透过传真传递，不需要去透过纸本传递。然后最终就是在搜寻这些档案都是非常 的便利的，储存跟搜寻都是非常便利，我们就是解决了这所有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个，这边是一个界面的部分，就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有一个 很简单易懂的流程建立的界面，然后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去看到所有签署者他的状态。我们是支援跨装置，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签名。那我们有支援一些签署的情境会使用的功能，像是常使用的文件呢，我们可以设为是范本，或者是要求签署者上传一些假档。企业的部分呢，可以加入自己的 logo， 然后也有管理者后台可以去看到，可以去管理这些成员旗下成员他的文件跟签署进度。然后有这个权限管理的功能。那在资安的部分，我们有支援现在很常使用的 OTP 一次性密码。那我们有电子轨迹，会记录什么人在什么时间点做了什么事情。那记录的资讯像有 email、IP 位置、使用的装置、执行的动作，还有执行动作的时间，我们都会记录下来。那这个是围绕在不可否认性的部分。那在完整性的部分，我们有导入中华电信快易签的数位凭证。那这个数位凭证它是 Adobe AATL 的等级，所以它这个凭证是可以确保这个 PDF 这个电子文件它的完整性。然后电子签名其实在台湾2001年就已经被认可了。那简单讲就是我们是台湾中华民国是认同任何透过电子设备所签的合约。那在应用的部分，我们的客户常常使用我们的服务，在像传递报价单啊，给他的客户报价单、尾刊单，那一些合作啊、保密协议啊，所以像食物外送平台，他们需要跟店家签很多的合约，类似这样子。那内部的签署，或者是一些电销啊、客服单位，他们有的时候有需要填写一些表格的时候，也可以远端的透过我们这样的服务去传递文件，让客户去做签署。
那平均来讲的话，用电子签名，我们每签一份文件可以省下36元美元的时间还有材料成本。那签署的速度我们可以提升80%。那我们每省10000张纸，就是拯救一棵树。价格的部分的话，点点签我们是采取订阅制，网络订阅制。那我们有支援 API， 所以可以串接其他的系统。那for 一些金融产业啊，金融保险产业，我们也有资源落地的方案，所以有一定的弹性。好，那讲到弹性的部分呢，我们其实跟很多的生态系在做结合，那让大家的这个整个流程是可以串起来，所以包含我们过去跟 Salesforce 啦、CRM 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也跟近期也准备跟 Teams 去做，微软的 Teams 去做整合，所以我这边可以播放一个影片，就是我们跟 Teams 整合的部分。那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点点签的操作，我们可以直接在 Teams 里头去完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所以现在这个画面，它是我们先建立一个任务。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文件上去，我们在抓这个签名框。好，所以他送出了给这两个签署者。OK， 好，这个关掉。好，这边可以看到第一个签署者。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Teams 的页面啊，就会收到一个通知，那就可以直接不需要离开 Teams， 我们可以在 Teams 去做这个签名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的签名还蛮可爱的，工程师的签名。整个签署流程就在 Teams 里头完成了。那刚刚这个我们这个 demo 它是有两个签署者嘛，所以它现在应该是跳到第二个签署者的部分。好，一样，第二个签署者，好，不同的颜色做代表，放上他的签名。这个笔记看起来应该是同一个人。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那除了签署之外呢，所有的这个签署文件也可以在直接在 Teams 里头去做管理。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代签的文件啦，已完成的文件啦，这样子。OK， 好，那我希望刚才介绍大家都还清楚哦，可以理解。那最后我这边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凯电行动科技，我们是2009年成立的，我们是跟着 App Store 的 Apple App Store 的生态系，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以设计啊、开发各种软体服务为主。那我们现在公司有180人，我们的比较特别，我们总部是在台南，我们在台北、中国、美国、日本也都有办公室。我们的明星商品是这个 PDF Reader， 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我们耕耘这 PDF 的技术已经非常久了，所以说我们可以非常的快速在2年多前看到了电子签名的这个趋势，所以开发出了点点签。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类似 Dropbox 的云端储存服务，还有一些多媒体创作的软体，像是影音编辑、动画创作，还有像电子笔记本等软体。OK， 以上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OK， 谢谢 Albert 精彩的分享。那其实今天整个议程啊，相信对各位来说应该有不少的启发。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数位转型的这条路上陪各位走得长长久久。那协助不管您是身份是属于SI 的 partner， 你是属于真正 end customer， 你是属于什么样的身份，我们都希望林一科技可以陪各位，那包含我们的 partner 跟我们强大的一个阵容，那可以陪大家继续完成数位转型的整个旅程。OK， 那在今天的 session 的最后啊，除了跟各位说声谢谢之外啊，下面的问卷也要麻烦各位再帮我们做填写。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好，我是 Mark，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